在经历了分手、距离、火计以及老艺术家相继去世的悲伤季之后，十一长假终于来抚慰大家受伤的心灵了。如果你选择出门旅游，那现在很有可能挤在人山人海的高速路上；如果你在家，那应该是在线观看人山人海的旅游景点哈。当然了，每逢假期都少不了娱乐圈的大瓜。去年十一，鹿晗关晓彤公开恋情，搞塌了服务器，害惨了程序员。正期待着今年又会有哪对儿会选在这节假日公开，结果今天就有网友爆料，许晴和李亚鹏在一起了。在爆料的照片中，许晴、李亚鹏一身休闲装扮相约吃饭玩，和他们同行和还有窦靖童三个人一路上有说有笑，十分开心。照片一经公布就引发大家热切关注，瞬间梦回17年前的笑傲江湖。当年李亚鹏饰演的令狐冲和许晴饰演的任盈盈相互扶持决战武林，最后结为伉俪归隐，也成就了一对璧人佳话。那时的李亚鹏和许晴也正值青春年少，单身男女很有 CP 感。不过之后两人之前有交集，2005年李亚鹏与王菲结婚，之后又离婚，现在孤家寡人一个。而许晴一直都是孑然一身，年龄上两个人也很搭。很多网友看到这个消息表示很希望是真的。许晴否认和李亚鹏恋爱传闻，网友可眼神骗不了人，不过天不遂人愿。在媒体求证许晴后表示此消息是假的，两人只是普通朋友约伴而已，照片也非今日所拍。不过如果仔细观察许晴看向李亚鹏的眼神，可不是这个意思。大家都知道，虽然许晴已经年近50岁，但依旧慢慢少女心，活得像个小公主，无论喜欢还是不满都敢直接表露出来。最经典的就是当年许晴看张翰的这个眼神，更是被大家反复评论。更有网友说，连自己妈妈看了都觉得有事儿。如今许晴的这个眼神又出现在李亚鹏身上，几张照片里许晴都是眼含笑意紧盯李亚鹏，连后脑勺都不放过。如果这样还没其他意思，那也只能说许晴真是眼角含春本人了。大家觉得许晴这眼神有问题吗？